你越体贴神的心意，越有负担，你越有负担，经历越丰富。当你体贴神的心意时，神把这个负担加给你，那神就要在托付你的事上，在托付你的事上开启你。当神加给你这个负担时，你吃喝神话是救助的实质，就能摸着路，就能体贴神的心意，就能体贴神的心意。你该祷告，愿神把更多的负担，愿神把更多的负担加在你身上，让神在你身上有更大的托付，使你前面是心高。